Skin so perfect, a golden complexion. More than beautiful, girl, you're a work of ar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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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cannot believe my eyes. Pierce me in my dream and oh my. Did you fall from the skies? I can't see your ways, but girl, you're an angel. Oh, oh, my angel. You're so out of this world. You're high in your halo. Oh, oh, my angel. Oh, my angel. You'll be mine. Oh, yeah. Angel. I can't see your wings, but girl, you're an angel. Oh, oh, my angel.把这个零点的位置可以放到这个锥桶的正中央，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这尺寸固定，我呢开始用这个实际测量。以这个实际的尺寸为线，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尺放到这个位置。好，接下来呢，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距离是33米，然后这个距离实际上离全保险杠的这个差距呢，大概有这个有这么长，而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车头部分的这个距离呢，量出来一个这个可供行人躲避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实际距离。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距离放到这个位置，也就是一个人离前杠的这个距离。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出来，这边33米，到这边实际上是33.6米。那实际上这个，作为一个两驱版的一个轿跑车型来说的话，菲斯这个抓地力、轮胎的抓地力，包括像是这个刹车风泵，以及在 ABS 制动情况下的这个综合的刹车表现呢，还是非常出色的。33.6米的这个成绩呢，已经达到了众多轿跑车型的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项测试。